回来了，你不是去了解过了吗？我今天到他们公司去，看见那儿围了一大群的人，都是那些投资的人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警察。我一问呢，他们公司被封了，咱们那15万，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。啊，真没想到啊！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呢，那我可真是积了大德了。咱家钱都没了，你还积德？啊，老婆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不逗你了啊，咱们家那个钱还在。啊，老公，在哪儿呢？你看啊，当你决定投资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去打这个款呢。啊。我根本就没打这个款，你想想，15万呐，那是咱们俩辛辛苦苦的积蓄啊，我怎么可能交给骗子呢？老公，老公，你太伟大了，太好了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骗子？你看那大师那样，你说给我相面就好好相吧。还什么？这耳朵又不对了，鼻子又凑合着长着吧，有那么像面的吗？啊！一看那神神叨叨的样啊，骗子！再说那小梅啊，你看她长得很清纯啊，但是有那么成啊？她做过生意吗？什么一年翻两番，什么两番四番八番，打麻将呢？你老公我就是生意人呢，我能不懂吗？那你怎么不拦着我呀？我想拦你了。但是我拦不住啊，你看你那义无反顾的劲儿啊，我一想拦不住你，干脆我找警察去吧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是不是跟他们要过名片呢？你想想，我要他们名片干嘛呀？啊，我留着我去投资去，怎么可能呢？转天我就把名片拿到警察那去了，我问警察这家公司怎么回事，警察一看，呵，这家公司啊，我们盯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警察就这么说的。然后你今天看到的那些警察，那就是在收网呢。知道这么一句话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答对了。